一次只接待几个人的坚持，只接受预约客，如此高傲的店家竟然是食客依旧络绎不绝。格栅木门，黑色的屋檐，白色灯笼上写着店名，这引人入胜的日式风格成了住宅区里头的亮点。松木装潢的设计流露出了江户时代的风格，巧妙地搭配上日系的旧家具以及书法版画还有陶艺品，即使只是装潢就已经很引人入胜了。而这里的寿司呢，更是采用江户前的做法，芥末则是放在一旁让客人自行的取用，混搭的食材，精细的刀工，维持的火候，让每一道料理都让人回味再三。